灯一样。因为我想说用不到。有啊，来啦，不用啦。啊，无你就下车，啊，我你讲你还没到哈，啊，你到先打电话。啊。好啊。我要吃一个，我要吃一个，我要吃一个，
边来就好了。这里啊，是啊，我要拍一下。对啊，不用，对啊，还要买这么早，又拍一下，两手来一下。啊，半狼的区别要怎么？半狼，刚刚我改吗？半狼，半狼。转过来啊，在这里，换俯瞰相啊。啊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那不是广角的吗？是啊，但是。他看哪里啊？对啊，看哪里？几张啊？几张？看看大只的啊，我是。肉啊，肉啊。可以啊，难得哎，难得对不对？对啊，哦。这要放你手里呢。这回我手机，我手放这里。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拍照还不忘消遣。对啊。我是怕被你念，我要手机放出来。来呀，我给你爸爸，咱们那个好。我在那里放在哪？在这里。阿姐，阿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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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搞皮肤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就是我们这种长相，我们两个都不用变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，还有，现在有我。杨哥，你们两个人。等一下，拜别的。1、2、3。哎，那天没有拍啊！本身你那么这么一下哦，一点不大方。会嘛？今天主角不是那边吗？我连那好皮呀，对不？自己的。要去啊！我先照顾。没有，是你们两个照。你们两个照。跟你一起照。一起照啊！跟你一起照。想说你们两个。是要拍你们，看你坐这边好了。对啊，我们是要拍你们。志伟，我们应该两个在那边后面画一个喜字。可以啊。知道我的感觉哦。对啊，只会下去以后。我证明志伟的手都是放平的，我会盯着他手。小一点，表情自然一点。不要再讲你话了，不要一直吵他了。你整个更加自然。对啊，更加自然。自己又不怕。旁边又到。